全新的 GPD Pocket 3模块化掌上电脑，高配版搭配11代 i7-1195G7 处理器，低配版搭配 Intel 奔腾 N6000 处理器，支持 HDMI 输入和 KVM 功能，支持安装 Win11 系统。视频里这台 Pocket 3是 i7-1195G7 处理器，给大家演示一下 Win11 上的安卓子系统尝鲜。Win11 上安装好安卓子系统后，是可以直接安装安卓 App 的。很多朋友想到了，可以直接用电脑刷抖音、玩手机游戏，岂不是很方便？哎呀，我太疲惫了。我买了一件辣妹装。不是，辣妹怎么不合适呢？一会儿不是要出门吗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那是我上街穿的。你要把它露外头啊？不是，那就是个上衣。啥？上衣。你什么的？不，我要穿的。我好像是认真的。上身挺好看，拿回来我上身。不是，你给我穿大了。这样的啊，要不然这样子提着当啷的啥？那是设计。真是这样。不过现在出版的安卓子系统还不是很完善，刷刷抖音还可以，玩游戏占用资源很高，但是能玩一下金铲铲也够了。Win 电脑上能装安卓应用，你们觉得实用吗？